早晨，你叫做乜嘢名啊？我刘山先生，你哋你好吗？我想介绍自己，我叫名 Istiara， 我今年31岁，我来宾，我信会教，我读书到中学毕业，我身体中暗十三公斤，我身体高一百五十六厘米。我有一个仔9岁，我已经住喺阿丽柏六年。我有一副 PP， 我有当住住苏邦有一岁。我惊狗，但系我唔惊猫。我唔食猪肉，但系我可以注意。我食咗青鸡、乌鸡、猪饭、猪松、米松、猪副 PP， 住住苏邦有当住住罗人家。我食住青鱼、金丹、炒菜、煲汤、冻焖鸡。你，住喺香港，温度自然低，我嘅家人都我自己。系，你喺阿拉伯做咗6年，你点样照顾 B B 啊？帮佢种粮。系。俾佢飲飲飲奶，係換尿片咧。換尿片，係啦，換尿片。你中唔中意照顧 B B 啊？中意。中意照顧 B B 啊？你識唔識得煮飯啊？識噶。你識得煮啲乜嘢啊？青鱼、青蛋、炒菜、果冻、冻焖鸡，好唔好食啊？好食，好食啊！喺香港见，拜拜。拜拜。